副委员唱了一段京韵大鼓，叫大西厢，唱的是真好，字正腔圆。哎，你们说相声的也讲究唱啊，我们讲相声的讲究的是说学逗唱。你们常说的什么南昆北弋东柳西秦是怎么当的事？南昆指的就是昆腔，发源于江苏昆山一带，所以叫做南昆。北弋呢，就是弋阳腔，发源于江西弋阳县，所以叫做北弋。那东柳指什么？柳子腔啊，发源于山东，叫做东柳。哦，西秦呢，也叫做西梆。哦，就是梆子腔。嗯，发源于山西，叫做山西梆子。哎，还有啊，什么山西梆子、河北梆子、河南梆子、山东梆子、白菜梆子啊，还鞋梆子。这么多个梆子戏。我们台湾有一位豫剧皇后王海玲啊，哎，那是河南梆子。小时候听过金刚钻、小香水，还有一位唱老生的叫袁元洪啊。我是唱旦角的，我也红。人家是袁元洪，我是雪里红啊。哎，这么个名儿，说明我好唱梆子戏。哎，那好极了，那你何不借这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唱一出梆子戏，怎么样？行啊啊，要我，哎，不成。怎么了？我这一个人没法唱，哦，我那几个棒角的全没来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有那小配角变变颜颜的，我给你搭一搭，可以。您行吗？那好，咱们俩唱一出吧。好，那好极了，你挑戏，你说唱什么戏？您让我挑戏，找一出爱唱的过过瘾。没办法，还是您挑戏吧。啊，我呀会的戏多，您呢会的戏少。啊，一会儿啊，我挑出来的戏，您要是不会唱，这么些个观众，哎，您挂不住，还是您挑戏。那也是啊，那这么办，咱们唱这出《大灯殿》好不好？大灯殿，对，这可是梆子班的招牌戏。招牌戏，张口就来啊啊！飘来金牌悬，可怜里兄弟我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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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极了，咱们就唱这出吧。不唱。怎么了？这出戏啊没有历史根据。怎么呢？您说说啊，这薛平贵他是哪朝哪代的？不是说是唐朝的故事吗？错了吧，唐朝没有薛平贵。哦，只有薛仁贵、薛礼。哦，好好，那咱们就唱有薛仁贵的戏好吗？哪出？汾河湾。汾河湾好不好？您知道这剧情吗？知道一点。那给咱们大家说一说，咱们是别唱糊涂戏。那可得从唐朝贞观十六年说起了。按西元算是西元的642年，高丽国的盖苏文造反。嗯，咱们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御驾亲征。哎，那回这个兵员是募兵制，不是征兵制。山西龙门郡有位薛礼薛仁贵，嗯，他刚跟柳莹环成亲不久，只因家贫故而前去从军。对，这薛仁贵就参加韩战去了。那会儿有韩战。高丽国不就是韩国吗？发辽东，那会儿叫薛礼跨海征东吗？哎，这我知道，薛仁贵啊，就上这韩国去当护士兵了。那人护士兵啊，就是给人家打针呐、输血什么的。有这事吗？不说的白袍薛礼吗？对呀。那就是啊，人家去当兵都穿军服，他穿个白袍的，这不是护士是什么呀？他是张世贵手下的火头军伙夫。哎，大军呢，攻打安市的时候，太宗啊
在这个北山观阵啊，建议白袍小将手持戟腰两弓，大呼陷阵所向无敌。太宗大悦，封他为右领军中郎将，这才传出来白袍薛礼的名声。按您这么说，这薛仁贵他不是护士兵。后来呀、啊，在海里逼死盖苏文三箭定天山，封为平阳郡公。当他回乡探亲的时候，才引出来汾河湾这段戏剧的故事。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说？这个薛仁贵离家已经18年了，比抗战还多10年。他的妻子柳银环呢，在寒窑给他生了个小孩，叫薛丁山，如今已然17了，他可不知道啊，没给他拍电报。爷俩在汾河湾见了面，不认识，要是挂个名牌就好了。这时候盖苏文的鬼魂啊，要想啊施点障眼法，让这个薛仁贵自个儿射死他的儿子薛丁山，这可太缺德了。这会儿王禅老祖知道这个事情了，带着老虎前来搭救丁山。王禅老祖怎么知道？哦，网路上看的。这里边又有鬼啊，又有神仙，热闹。哎，薛仁贵那会儿要射，双燕落地啊，一瞧来老虎了，回身射老虎，没想到射到丁山身上了，老虎过去把丁山叼走了。薛仁贵一害怕，拉马就跑，回到寒窑见到了柳银环，夫妻算是团圆了。他在后窑啊发现了一双男人鞋，起了疑心了，以为这个柳银环了以后呢婚外情了，于是乎拔剑就要斩。哎呀，这太不讲理了，失踪了18年还不让人改嫁。哎，这出戏这个梅兰芳先生在美国唱的时候叫做一只鞋的故事啊。对，京戏里边啊这旦角叫做柳迎春。哎，到了梆子班就叫柳迎环。嗯，你就来这个柳迎环，我来这个薛仁贵。好，我来柳迎环。哎，你来我儿子。干嘛呀？冰山打雁。哦，不不，没这么多时间啊，那剧谱太长，咱们是掐头去尾，不唱当劲儿，那就甭唱了。咱们就唱啊闹窑这一折，唱闹窑这一折。那行啊，哎，咱们不穿点戏服什么的吗？什么戏服啊？那叫行头。我知道，那叫行头。哎，我说行头，我怕你不懂啊。没有行头，您将就一点。没有行头。哎哎，那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来来，咱们先把桌子搭到后边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就分出上下场门。哎，好啊。你那边呢就是上场门。嗯，我这边呢就是下场门。好啊，咱们互相帮忙。这个没有行头，我还真不习惯。哎，我简简单单化化妆吧。你化化妆。哎，好好。你化化妆，我去还得搬把椅子。这出戏里头啊需要一把椅子。哎，假戏真做，像不像？这叫三分样。哎，咱们唱这出《汾河湾》。呀，这有椅子，来来来。好，哎，这是柳迎环坐窑嘛？哎，我以为贞子来了啊！是啊，贞子啊，我是真正的美男子。哎，咱们俩谁先上？应该是你这个旦角柳迎环先上坐窑。好好好，咱们我先上，咱们到这个后台来。哎，好，这是上场门，这是后台啊。哎，你多辛苦啊。哎，是这么着啊？怎么样？你上，我拉呼呼打家伙；我上场呢，你帮忙拉拉呼呼。那没问题啊，互相帮忙。行，好了，这台戏好。来，你叫板吧。您叫。不，你叫啊。别客气，您叫。哎，一定是你叫板啊，非得我叫。当然，那我叫就我叫。哎，后边呢，来个拼盘，再来壶酒。干嘛呀？后上鸭子，多给那个大葱卷饼啊。行了，叫你干嘛？叫菜，饿了要吃饭。你让我叫的。叫板，叫板。叫板，这涨停板是跌停板。哎，股票市场去了，你稀得叫板呢。这怎么个叫板？是丁三儿该回来了吗？哦，打这儿唱。对了啊，明白了。来叫板、啊、我叫板。丁三儿该回来了。丁三儿，哎，该回来了。我说丁三儿，成了，回来了，成了，别哭。你得有韵呢、啊、
我还得有孕。我这一有了孕，我就麻烦了。一定得有孕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老师，我有不了孕的。怎么了？我是个男的。嗨，养孩子有孕呢？啊，你叫板得有孕呢。怎么个有孕呢？叫板有孕呢？不是，我们这唱法有很多种啊。我先考考你们，你们都是怎么唱的？不就是名山儿啊，该回来了。这个吗？还是这老调啊？老调。哎，是。那咱们来来来来，把您说在这里。顶上，哎，顶上，哎，怎么都是叫板呢？顶上，哎，怎么了？你瞧我化妆化的漂亮，你记住我呀？拿块布把我脸给挡着，什么意思？这是门帘子，你在帘子后头闷帘叫板呢、啊。哦，这是一道门。对，我在门后边。对、啊，行。叫板啊！顶上，啊！顶上，啊！顶上，啊！你趴着我干嘛呀？你摸我脑袋干嘛呀？哎，你讲不讲理啊？谁不讲理了？我问问你，那是什么？这是门帘子。还是啊，我扶这门框子不行吗？我弟儿本河关前去打雁、啊、对对对，这句对了。哦，那第二句呢？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吗？哎，错了不是、哎、这是第三句。桨声而来之在窑门以外才是第三句。哎，那是第四句了。三句，第四句。哎呀，上下句你都不分吗？这是第三句、啊、第四句。第三句明摆着第四句吧？一定是第三句。那第四句呢？哎呀，等候了我弟儿，好把饭餐餐。这餐是什么意思？餐就是吃。哦，餐就是吃。对，吃餐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哎，好，老林家，咱们再盯一回。哎，来，啊。什么词儿？我弟儿啊，我弟儿问
写出去吧。对了吧？哎，对了，别说话。天道呀，这番事就不点呐、啊，回还龙将生儿来之在呀、啊，我们一礼。外外外，外边有蚊子，不行，还得外。我外就外，外不外。唱的好好的，你哭什么呀？我想我儿子，你过来干嘛？一根龙。那一呀嘿，嘚儿隆嘚儿里个隆咚，谁唱啊？那一呀嘿，嘚儿隆咚，好我把饭吃。不对了，餐。不，你说的吃餐心呀？啊，这得说餐，吃西餐。还得餐。看见了，这是让你停住，您不停住啊？哦，是叫我停啊？哎，对。哎呦，我倒弄错了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再让我拉七次。嗨，拉那么些干嘛？就拉一个过门，我就唱了。就拉一次。哎，啊，行。妈来，呆个零丁呆，大步呆，等你个冷，等你个冷，等你个冷个冷，等你个冷的等。这人怪多，此事太易。断剑，这好，别叫好。噔里个楞，噔里个楞个楞楞。这是顽童的波段，正催马用关哦。德行，见一位大嫂坐在腰窝前，且得影看也看不见。后影好似刘银环，翻身下了马走斩，见了大嫂李当侯见。大嫂请来见礼。大嫂请来见礼。讨厌，大嫂请来见礼。哎，你再调戏我叫警察了啊，我告你非礼。该你念词了。哦，该我了。丁帅，哎呀，好了，别丁了，我薛仁贵都上来了，这会儿该什么词啊？哎呀，
管吏管吏，这一军爷放个大道不走，失礼的为何？哦，管吏管吏，你忙站起来呀！哦，这一军爷，哎呦，你忙什么的呀你呀？我都对不了了，我坐好了。啊，打扫，请来见你。啊，管吏管吏，这一打扫。早啊，军爷。啊，这一军爷放着大扫大道。走十里的为火，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？台北市。不对的，这不就是台北市吗？嘿，龙门郡。什么时候改龙门郡了？市议会通过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戏里是龙门郡。哦，戏词啊。哎，龙门局此庄呢，金屋采菊场。大王庄。哦，大王庄。打听一人，你可知晓？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不晓。那我就甭问了。啊，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便晓。全认识啊，你比邮政局还厉害呀、啊！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小便。不对，应该这样。什么词啊？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。其此人大杂有名，但不知是啊，咱们俩换过来。啊，说你轻点吧，我嫁给你还得受气，干脆咱们俩离婚算了。咱俩大嫂，请来见礼。啊，换礼换礼，这一今夜放着大道不走，是你的为何？请问大嫂，此去什么所在？在龙门局。庄里。大王庄。打听一人，你可知晓？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。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。不、哦，你问的是那马英九吗？台北市长很有名吧？刘员外之女，薛仁贵之妻，刘氏英怀。你问的是那刘英怀吗？真的是，忘灾了，去你！